对吧？就投资报酬的问题啊。叫你看啊，讲最简单的，就是你盖一个超级超级没用的神怪塔，只因为美观好看，然后盖出来神怪塔根本不会生什么怪，你还会继续盖它吗？懂吗？你可能就盖了一个从地底坐标一的位置盖到2255的地方，那但是效率就是非常非常差，那你盖不盖？对啊，所以很多影片断不是断了，腰斩嘛、啊，也不是腰斩，叫什么？停更啊，那些就可能也要体谅一下，因为可能花更多心力去其他的影片上面，也没有说放弃啊，就只是没动力了，你们懂吗？真的没办法说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我最早以前的100个粉丝一直支持我，啊，等到我到了2000之后，最初的那100个粉丝说我变了，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。可是我让另外900个人更开心，而顾不到最早以前的100个人，这种感觉就觉得很矛盾啊。渣渣城是什么？怎么提到渣渣城？地狱石上面生怪了哦，没关系啊。给他升啊，给他升，会升怪代表说我这个屋顶盖对了、啊，因为屋顶要往外扩八格，光才照不进来。哎呀，因为每一层往外扩就是减少一的亮度，看一下哦，没有升啊，谁骗我？没有升啊，没有城市啊。哎、欸、呦呦呦呦呦，这边有一只，在哪里？嘿、欸、嘿，Hello， 对吧？如果放海灵核心在这边就可以游泳，对吧？就可以不用呼吸了，就可以一直呼吸了。我讲哦 ，OK， 回去拿方块。改变初衷没有，也不是。改变初衷就只是说，那你们知道我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？只上传记录档，而不剪片呢、欸。如果你看，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违背我的初衷了？我违背我初衷了。可是，就你看违背之后，反而就是有成长。OK， 继续。希望反东西都不要剪片子上去。对呀、啊。太小。真是三叉戟。鱼竿的心愿啊，他还没有玩过三叉戟，而且那天我们攻略海底鸡。也打了有4-5只吧，就都没掉啊。隐恨，然后来帮他完成。这其实前几天我就跟鱼竿说，没关系，给我2-3天我盖给你。可是这2-3天我一直在画图跟弄影片。有时候如果我没开台，那可能真的是我太累了，我睡着爬不起来。像阿米狗那一次，我就是。整个人真的是在电脑桌前面是在晃神，我真的是在发呆，然后在回他们话，我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了，我觉得我会睡着，我今天 pass 好了。三叉戟怎么拿？水下有几率生成沉思，
然后每个城市有15%的几率生成拿三叉戟的城市，然后只有拿三叉戟的城市会掉三叉戟，然后一个三叉戟是8%的几率掉落啊。如果拿8点多%啦，如果拿掠夺三的话，就增加到11.5%，没记错的话。哦，对啊，然后还打两个观众的脸啊，哦，超爽。看，被鱼竿打而且我很不想盖这种大型的建筑，功能型建筑有个原因，我曾经就是盖了那个23x23的地狱门，然后盖了21座还23座，22座，反正就是把它最大被最大化，结果嘞。我盖出来之后效果有够差，那再就是它跟我的地狱门太近了，我每次只要从地狱门出来，都要从助人塔这样跳下来。感谢超级留言哦，新手，这样考试顺利吗？这样算下来1点多吧，就很麻烦呐。因为我们附魔术一大堆幻雷嘛，忠诚啊，然后鱼叉有的没的，一大堆，然后又没有三叉戟，我都把那些树给丢光了。明天生物要先走了。哦，好的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的主科如果是读生物的话，我会很强哎。有美术加生物的科目，我一定会是资优生。可惜没有。有啦，就是可能画什么动物、野生啊、动物标本，有的没的，搞不好还有点希望。哦，说到抽卡，我玩那个沙滩排球，我这已经快60抽了，还没抽到半个 SSR，好难过哦，一定是运气在一开始用光了。我一开始就抽到两个 SSR，可是那两个不是我很满意的，我想要海啸啊！哎呦！我很飞啊，我还担心我字母抽不到好的东西，要狂氪金欸。可是我不太想氪金了，一大堆氪下去，又没有，又不是说有保底，他那个抽下去是没保底的欸。这方块是不是会自己动啊？好吧，我幻觉。我就是抽到玛丽呀，玛丽跟星啊，然后想要海啸跟，我只要海啸跟那个谁，最香就好了。虽然我一开始就选这两个，可是我就只是想要这两个而已，其他的都不可爱。我玛丽还抽到2件一模一样的欸，我只能把它那个了，真接了，打喷嚏打喷嚏，该完了，好想等下蛮你，快好的。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所以沙滩排球能不能交换 SSR？我想用我的海啸换教主的玛丽 QWQ。他根本就不能跟其他岛主有互动啊！
好了，我们要开始解放这里了。会不会成功就看这个了。哎，我在干嘛？边走边挖。啊，插一个火把好了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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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盖完了，所以可以关台来玩雨中冒险了。还没啦，还没结束啊，下面还要盖一大堆有的没的哎。我的玛丽跑去你那边了，我的还。你也是海啸哦，哎，还是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啊，电鱼一样，因为兔子说他的账号就是那是什么，总裁号。哦不，觉得。为什么会一条线啊？好啦，只要慢慢打了，不然等一下多一条水流，我要麻烦。我第一选玛丽，第二选茴香，我连 SR 都只抽到两次。玛丽的 SR 你抽到两次，哇，我一大堆、欸。现在囤积石头等玛丽活动出来才要抽。哦，我把石头就是花在这次的那个啊碎箱上面，结果什么毛都没有。哎呦，有人来我吗？虾皮正在关注我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没有。觉得海啸很正吗？然后其他那些一开始就有的主那个女主角侠，还有那个紫头发的女人的那些，我觉得他们眼睛太小了，我不能接受。太姐姐了，不行。李总很难抽，那表示你的号不是李总号啊。兔子号就是李总号啦。到了吧？就盖完这个之后，根本没有声。哎呦，哭死！好啦，我们来检查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我觉得是有其他玩家在地方，其他地方在囤怪。李总号，哎呦，哦对啊。是李敏镐吗？还是叫什么的？不是吗？安安哦。
干净。哦，李荣浩啦，有啊，有叫李敏镐吗？还叫什么的啊？是韩国人吗？又想睡觉，这三回，总会多一条出来。哇，那条是什么？糟了，要气死了！看一下哈，这条是什么？该有这一条啊！哦，玻璃啦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对啊，完蛋了，这条水流，麻烦了，麻烦了，拜拜。